分就是一个外场而已啦，不要紧张。没关系，留下，留下。平手啊，几个都不知道。平手。
前两个。小红逆转，差一个而已，差一个而已。哇，漂亮！彩线啊，继续。差一个而已哦，差一个而已。加油，还有啊，准备找分。好的，九，哎，下去，慢点，慢点，哎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绝啊！啊！一分钟。两个外场而已，外场要准备好哦。没事。阿迪阿迪阿迪，再给啊！哇！你继续拖吧。外场一定要给外对面。没事没事，球留下来，我们继续慢，我们继续慢。时间到。好，外场。我没有赢了，这么简单。没有赢了，不是五分钟吗？一样五分钟，你在干什么？什么意思？光吗？小黄要赢哦，小黄如果不赢的话，就是排第三了哦。对。出去要挑，你出去挑还可以啦。
脚打结啊，那个江江脚打结。加油！加油！没事没事。小猪皮。两分钟。差一个而已，差一个而已。时间到，还是运营的，还有一局，只有最沮丧的是裁判，春美啊，快点啊，又拦不住啊，我打了好几下，别走，别走，跟暖身没关系，红队觉这两队比较稳。小杰，你要在后面帮忙看啊，那个落街你要帮忙捡。
都赢一个啊。停手。防守不要有空隙，快打！防守。都可以啦，都可以。快打，快打！小布，防守。两个，两个。哇，漂亮！啊，你怎么又打你后面的？走！哇哇哇！哇20秒。10秒，一定要外打外了，往外场打，往外场打。时间到。走。